姐姐的妈妈。她是我姐姐的妈妈。姐姐，总算见面了。是宝钗的妈妈。然后呢，这是元妃。这是我姐姐。看到没有，很妙，元妃。这是宝玉爸爸贾政。我是他的白白。忽略你了，不要你了。这是你大舅母，快请起来。大舅母，这是元帅，这有是有关过谁呀？这关系太复杂了，捋不过来。